眼前这个物体也太神奇了吧！你看它明明是一个正方形和四个三角形，但是为什么它镜子里面的样子却是两个圆形？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镜子里面跟镜子外面是实时同步的。你看我用手指触摸一下它，确定真是同步的。但是我用手指触摸到的位置却是不一样的镜面图像。你看一下，这个位置明明是尖角，但是镜子面却变成了圆形，这个位置也是，还有这个角，其他的角都是圆形。我们来尝试挪动一下它，直接旋转一下吧。嗯，怎么镜里镜外的形状突然间发生了交换？刚才镜外明明是三角形和正方形，现在却变成了两个圆形。我们再来确定一下，圆形，圆形，看到没有？如果刚才太快了，我们现在来个慢动作，看清楚了吗？其实它是一个轮廓不规则的物体，从特定的角度看上去就会有不同的形状。你看明白了吗？